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名人钟表珠宝》。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一款帝陀嘅 Bagby 79730 Converse Track， 手表直径41mm， 水深度200米。咁呢款系用咗拉丝黑花钢质嘅表壳。呢一款手表最为经典嘅都系用咗呢个夜光嘅雪花刺针色嘅表面，而表带配备呢个军绿色嘅布带。睇上嚟更加有呢個復古味嘅，動力儲存有70小時。一款曾經喺2014年都有出過一款藍色嘅版本，但係都唔夠佢呢一款黑色嘅表面加上去呢個紅色嘅防水指標更加受歡迎。一款亦都喺帝陀運動款入邊比較多人中意系列。今日介紹完畢，多謝收睇。如果大家有咩問題，都可以 WhatsApp 或者微信我嘅。Thank you。